家好，欢迎来到国际神召会，好开心今日你哋同我哋一起敬拜。今日我哋会开始一个新嘅讲道系列，彼此。我哋将会翻阅整本圣经，睇下彼此呢句句子，同埋耶稣喺呢一方面嘅吩咐，让我哋学习教会应该系点样嘅。今个星期我哋亦都有一个特别嘉宾 John Thomas 嚟同我哋分享爱系啲乜嘢，而我哋又应当点样去彼此相爱。启发课程今个星期开始啦！如果你或者你嘅朋友想了解多啲关于生命嘅大小问题，启发课程提供一个轻松而开放嘅环境，让大家去探讨存在意义嘅问题。五月八号嘅第一堂将会以晚餐形式进行。如果你想报名又或者帮手，快啲去我哋 Facebook 页啦！喺我哋开始敬拜同埋分享信息之前，提提大家，教会唔系单单一个崇拜聚会，我哋系需要彼此认识同埋建立关系。我哋唔系孤单嘅，所以我哋会鼓励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参加天国小组。如果你有兴趣组织又或者接待一个新嘅小组，我哋会非常乐意喺招待处度为你提供信息。祝大家有一个充满祝福嘅礼拜，下次见。